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我给大家宣布一件特别特别值得你们高兴的事儿，既然我已经决定走上直播带货这条路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和最认真的态度去做这一件事情。我尽我最大的能力，能给到你们多少就给到你们多少。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100个枕头，50个牙刷。50份牙刷，这一个是导客针，还有一个成盒的牙刷，一盒里边是12支，是1份，然后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自己出钱去买的，然后作为就是回馈你们，为了感谢你们，在直播间对我的支持，然后全部免费送给你们。现在不是马上要中秋节了吗？另外我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中秋节要吃的好吃的东西，还有一些那个送礼的礼品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，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我为明天给你们准备的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，还有礼品，比如说糖葫芦、山楂圈、山楂布丁、花生、公社零食、五香鸡、麻辣鸡、扒鸡、山东大饼、板栗仁、山楂条、地瓜条，各种各样的，反正就是各种美食哈，应有尽有。还有就是，不是要中秋节了嘛，然后我还给你们准备了月饼，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秋香月饼，这个月饼超级好吃，我就是吃了好几块了，真的是吃了停不下来。然后一会儿掰开给你们看一个，这个月饼是真的好吃，自家吃的月饼，它这个月饼一箱里边有4个口味儿，红豆细沙。浓郁枣香，椒盐，来掰开一个给你们看一下，它这个月饼，我的天呐，它这个皮儿真的是超级酥脆，它这个皮儿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你看外边多少层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根本就数不过来，1000层皮儿，里面是豆沙的，这个是豆沙味的。太好吃了。再给你们掰开一个枣香味儿的，里面是这样的，枣泥，这个也好吃，我本人就喜欢吃枣。这个是椒盐味儿的，看它这个皮儿，酥软酥脆哈，椒盐味儿的。这个月饼是咸的，有喜欢咸口味的月饼可以要这个。好了，现在不多说了，明天早上8点，也就是9月20号的早上8点，锁定娟子的直播间，咱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